Victory!好的，进入比赛的画面。那今天带来的呢是一场狗头的视频。那狗头这个英雄吧，大家应该都很了解。那在英雄联盟初期的时候，这个英雄嘛，就是感觉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第一个登上神坛的英雄。我感觉是，最起码在我刚开始玩的时候，这个英雄就是一个人起来可以带动全队那种感觉。但是吧，随着这个英雄联盟的发展越来越快，让大家对游戏的理解是越来越深刻吧。现在的这样一个游戏环境下，是很难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英雄强不强？他依然很强，他的那些能力还在那摆着啊。你说削弱吧，也没怎么削弱，只是大家的玩家的实力提高了啊，知道怎么打他了，然后怎么去牵制他了。这个英雄的变动是不大的，他依然是很强的，还是可以玩的。尤其在这一个版本吧，我感觉是肉身上单还是比较沾光的。好，这边的话，盲僧是被对面机器人给拉了，然后交了一个闪现，还是被对面给杀死了，而且人头是给了对面 ADC。但这把这个盲僧呢，玩的是确实不错，非常有节奏感，然后操作呢也非常细腻，这一把能赢下来，狗头和盲僧是各占50%吧，这样说。那这把游戏的一个分段呢，是一个白金一二，然后钻石五的一个就这样一个混搭的一个分段。那上期的视频我也出现一个口误啊，那上期那个盲僧呢，是一个黄金一的视频，那我是记错了。那有一盘钻石的盲僧呢，我是两个给记混了，这里的话也是表示抱歉一下，确实是我的一个口误。那狗头这个英雄呢，前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补好兵发育好，然后攒好这个自己的 Q 就可以了。所以的话前十多分钟吧可能会比较沉闷，咱就多说一点闲话聊聊天什么的。那最近这两天吧，我也是没有去上班，请假在家里，然后因为是生病了。那至于什么病呢，就在不在视频里说了，大家关注我的 QQ 的话应该都知道，确实是生病不是件好受的事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吧。那先说一下我这一个视频的发布的问题吧，也是有很多朋友问我，可能也是新观众多一点吧。那我在这里也是说一下，那我的视频是每个周五开始制作，然后周六的话基本上会发在优酷，然后如果顺利的话，周六的下午应该会在多玩会进行一个推荐。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都是这个时间段来发布一个视频的。然后如果是会拖或者是提前做的话，我会在这个我的一个公众 QQ 上发布一个说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在屏幕中间23237500093这个号上发布一条信息。那发完视频之后呢，会在下个周五的时候进行一个抽奖，白天的时候进行一个抽奖，然后奖品呢是现在的话大概是这上期视频是发出了80元的奖品，就是优酷这边视频下方留言会选取一名幸运观众，然后新浪微博那边会选取一名幸运观众，然后优酷这边是送了50 Q 币，然后新浪微博是送了30 Q 币。那到时候的话，如果大家想要点券的话，我也可以送这个点券。那礼品呢虽然是不多，但也是吹雪的一点心意吧，毕竟不是什么大姐收嘛，那我的收入也很有限啊，反正是尽自己最大能力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吧。那再一个呢，就说一下我这个代练，那38382848，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下咨询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定位赛的价格还没有定出来，因为现在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情况，在赛季初的话这个定位赛会有多难打，我们现在也是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所以说价格暂时没有定，等到 S6 赛季开始之后，正式开始之后，然后段位重置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形势，定位赛有多难打，我们再来定这个价格。大家这里的话应该也会清楚，赛季初的话代练会多一点，这单子会很难打，所以价格的话相对会高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其实大家也不用急于一时，完全可以再等一下啊，等到这个稍微晚一点，然后再打这个定位赛。到后边的话，这价格肯定会降下来。不过现在的话，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一下这个隐藏分啊，因为你现在段位越高，到时候定位赛定的就越高。那很多朋友就问，就说这个不了解一个什么情况，说这个定位赛，然后现在是一个白银分段，想让他定位赛之后打到一个定到一个白金分段，那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这个事儿，一个那个代练的客服也是一直给我反映啊，说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吧。
你现在这个赛季什么段位，到下个赛季的话，就算定位赛打完了，不论是你十把全赢还是全胜，都会八九不离十，就这样一个段位了。所以说的话，不可能存在你现在白银，然后定位赛内的白金，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现在一个段位定到一个黄金段位了，你从白银打到黄金，在这个时间段，然后你定位赛完之后，你打完定位赛，肯定还是一个黄金左右的分段。所以说这现在打这个排位赛并不是没有用，而且现在价格呢是并不高，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看一下。那刚才这一波呢是被对面给打的也给干克了一波，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死了，我们打野是过来了，然后现在我们打野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边继续蹲了一波。这个时候蹲有什么好处？因为上路两个人是都死了，现在这兵线呢是在靠我们这边这一点，如果这个时候打野来了的话，不论杀不杀死这个肾，因为他是刚刚传送回到这个线上，如果这一波把他打残血了，让他不能顺利的补兵，然后血量是不足以和我对抗，这一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这时候这个打野来蹲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时机，杀死肯定杀不死这一波，因为也没到六级，也没有事，我也这边也没有点燃。其实这个上路打这个肾呢还是蛮舒服的一个对象，因为肾呢没有什么单杀的能力，然后他也是一个主要是一个支援的打法，然后狗头这边呢是一个回复能力非常强的，肾虽然是有消耗吧，你消耗不怕，狗头是怕那种爆发的，像瑞文这种一串能把打残打死的，像肾的话肯定是做不到，他只能消耗，你一个 Q 技能过来消耗我一点血，然后我一个 Q 技能就回复过来了，当然就这样一个样子，所以说的话打肾还是比较舒服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队友，就是小心这个肾的支援，这个肾是带了一个传送，还带他有大招，支援能力是非常的强。还要就说一下这狗头前期这个传送的问题，没有狮子把握，没有拿人头的把握，尽量还是不要去传送去支援队友，因为一旦你这一波传送了，没有拿到人头或者没有拿到助攻，小龙甚至也没有拿到，那你是非常伤非常伤的，比相同的就上路吧，就像对面如果是瑞文之类的剑姬之类的，如果都是传送这一波，那狗头是更伤一点的，因为狗头安家立命之本呢就是一个兵，他没有个兵的话就是基本上等于死了一个，就等于死了吧，你 Q 补不好狗头后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个传送尽量还是谨慎使用，没有十足的把握。那这也是因为这一点吧，所以说狗头这个英雄呢非常考验一个队友的一个耐心，对你的耐心和一个团队的一个就之间的一个理解吧。怎么说这意思啊，因为很多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对面的三单传送了支援了下路，然后我们这边下路吃亏了，尤其在低分段里吧，很多队友就会说，哎，怎么我们上路怎么不传送不支援，人家对面都支援过来了，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玩过上单的人，你应该明白狗头这个英雄需要的是什么，真正到了后期这个肾肯定是没法和狗头比的，所以说大家在玩狗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队友的一个交流，在你在对面支援的情况下，然后你没有支援，然后我们这边队友是被杀了或者是被打了一波很吃亏的，这队友质疑你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和他解释，如果解释不通的话就不要去回嘴回对面，然后回你的队友，然后队友骂你的话你尽量不要说话，你这个时候你本来选这样一个英雄前期的话肯定就会给队友带来一定劣势，所以说骂两句就忍着就要忍着，然后懂你的人不需要多说，不懂的人说了也没用，所以说不要去和队友去争执什么的，然后你一吵架可能你们的本来下路和中路就是因为上路的支援或者配合打野的支援就已经没有优势了，然后你再去和队友去互相的争执，然后可能整个心态就崩了基本上就二十头了，也等不到你超神的时候了，等不到你一个人拖住对面四个人的时候了，你和队友这一吵架不但是葬送了游戏，而且还葬送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是吧，百害而无一利所以的话不论是玩什么英雄都不要去和队友吵架，你实在受不了的话就屏蔽嘛，是吧，耐心的发育，然后做对的事情，等到你起来的时候你的队友就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样的一个套路不需要你去和队友去争辩什么，然后也说去队友怪你的时候你去骂他什么你个菜逼不懂套路，实力不是靠嘴说的，是靠你的实际证明实际行动然后去证明你的一个实力的。好，这边的话肾是消耗了一波，打的也是非常伤，好，这边上假装怂一下，其实是完全可以回头打的，好，开大招直接回头一个E技能减速上就挂上去，肾直接蒙圈了这把打回去了，
就这一半的话，因为是视野不太好，尽量还是哎呦，已经是对面狮子隐身狮来了，幸亏是及时的撤退吧。这边的话是交了一个闪现，因为对面是有一个红 buff， 如果一旦粘住，加上这个肾的嘲讽，可能就要死跑不了，所以这个闪现呢还是有一定必要的。你前期啊不去支援不要紧，但是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相当的稳住，你不能你不去支援还被对面给打爆了，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就是个坑了，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稳住。其实在刚拿到这个素材的时候，我是有点犹豫的，是要考虑做不做这个视频，因为大家肯定更喜欢看一点亚索、冉瑞文、剑姬，然后甚至说是剑圣什么之类的比较能秀的英雄，然后比较 carry 的英雄，像狗头这种英雄吧肯定会不太受欢迎。然后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吧一直是让我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怎么说，因为涉及到一个现实和理想的一个问题。怎么说啊，你说这个英雄联盟吧，我们都知道这个 SKT 然后 Faker， 大家都知道 Faker 的名气肯定是大于其他选手的，然后你拉出一个人来问他，肯定知道 Faker 是谁，但他不一定知道马瑞是谁，不一定知道其他的队员。你能说其他队员的实力差吗？其实不是，就是一个 Faker 的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能力非常的强，非常的强，所以他会被人给记住，然后确实也是有实力吧，啊，这是有实力是基础，然后他的一个英雄主义让会让人把他给记住。然后这个 EZ 后，那侯爷呢，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配合团队，然后打出那个稳定发育，打出成吨的输出，这样一个团队型的选手，所以说他的一个人气和他的一个影响力是不如这个 Faker 的。因为什么呢？人们更容易记住一个英雄，而不容易记住一个配角。虽然几千年来，这个我要讲大道理了啊！虽然几千年来吧，人们一直是说啊，绿叶是衬托红花的，然后配角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被人们所记住的，往往都是鲜花，而不是绿叶。也不能说记不住吧，没有鲜花那样的去耀眼，是吧？就像现在一支 NBA 球队吧，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这个现在的勇士队啊非常强。那提到勇士队，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肯定是库里嘛，是吧？但你们有没有知道伊戈达拉以前有多强，汤普森有多强？那虽然这个总决赛 MVP 是颁给了伊戈达拉，但是人们提到勇士队第一个想到的依然是库里。所以这就是非常矛盾的一点，这个人英雄主义和这个团队妥协的这些人的一些之间的一些非常细腻的东西吧。那鲜花和绿叶最直接的表现出来的一个差距就是什么？就是钱呀，是吧？那虽然现在库里的薪水并不高，那是因为他几年前因为伤病的困扰拿了一个保障合同，所以他的薪水现在是导致的不高，但是他跳出合同之后肯定会签一个顶薪的合同。然而呢，伊戈达拉这些人他们只能拿一些将拿的就是刚好到千万级别的那种年薪吧，这就是一个差距。那其实吧，人家库里呢还是有这个实力的，最起码是有基础的，所以人家有这个英雄主义的一个前提。但是不排除一些什么样的球员啊，你像那个乔约翰逊，篮网队的，拿着顶薪的合同，除了是有一个个人主义的表现以外，他哪表现出一个千万级的年薪的球员应该打出的实力啊？完全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啊！这个人英雄主义打不好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那谈回游戏来说，那怎么把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和这个游戏，然后和你的队友，然后融合在一起呢？就是你既然选择了做英雄，你就要做好被质疑的准备，你就要接受别人的质疑，因为你的选择，你让队友承受了前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然后你占了最好的资源，所以你就要给队友做更多的事情，这样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最好的一个表一个处理的方式吧。好，这边的话看到队友是过来准备干克了，好，先和他拼一下。啊，这里的话感觉要追不上了，哎，直接插眼一个 Q 中了，漂亮！这边的话直接一个二闪把这个肾给踢了回来，这里的话也是全是盲僧嘛，这一波能杀的这个肾，盲僧是占了99%，只能这样说吧，1%不给你，怕你骄傲。哎，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一波确实也是打的，这个盲僧这一波打得非常好。那当然呢，咱这个游戏的问题扯的是有点远了，那玩游戏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开心，还是以开心为主。
当然如果你想玩好这个游戏，你就要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对吧？一个队伍里呢不是不需要刺头，你既然作为一个刺头，你就要去恶心对手，然后帮助队友，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好，那今天这个话外问题扯的是有点多啊，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受这个问题困扰，就是说队友一直骂人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这样听我说完之后呢，你觉得队友骂你应不应该？就不应该就屏蔽，不应该就屏蔽，反正不管怎么地吧，反正是人玩游戏，不要让游戏给玩了。刚才的话我也是暂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啊，刚才出去是有点事儿，现在的话是有点断片，就咱先说下这个狗头的一个玩法吧。哎，刚才的话是慎想嘲讽到塔下，其实大家也要注意这一点，对慎的时候，对下慎的时候，塔下的话尽量离这个他稍微远一点，那一旦被他给嘲讽到塔下的话就非常伤。说下这个玩法啊，出装的话是一个肯定是以肉为主，第一件装备呢还是建议出这个减CD的，就是和这个冰拳的什么来，冰川护甲是吧，就出这个，一个是增加护甲值，然后增加一个蓝量，而且呢再一个呢主要是一个减 CD， 减着 Q 技能的 CD， 第一件装备出这个。然后接下来装备呢就是一个肉为主，还是要出那个冰川护甲吧，冰拳的话尽量是不要出那个冰拳，冰拳的作用不如冰川护甲大一点，因为狗头主要还是要站得住，站得住才能有更多的输出。前期的唯一一件输出装备就建议出这个耀光，这耀光呢不要着急把它合成别的装备，就先出着，先出这个耀光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就出肉就行了。大顺风你再出三项什么的，你如果是前期第一件装备就出三项，那纯粹就是胡闹了，大家一定不要那样出。加点呢就是一个主 Q， 肯定主 Q， 然后负 W 负 E 都是可以的吧，我建议还是负 W 技能更好一点，你狗头呢手比较短，很容易被对面放风筝，而你如果主 W 的话，这减速是非常的非常厉害的减速，一旦给对面减速的话，就可以防止你被对面放风筝嘛，最好是吧。出装的后期的装备大概就是一个蓝盾是一件必出的装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冰川护甲，然后如果是想追求一点输出的话可以出个血手，那这样的话肯定不会被一套给秒掉，非常的站得住，站得住才有输出。这狗头反正就是以肉为主吧，可以出，哎，可以出那个小绿甲减 CD 这装备，一定要把这个 CD 给打满，40%减 CD 给点满。符文天赋这边的话带一个普通的 AD 符文就可以了，天赋的话12、18、12、18或者18、12都是可以的，我建议是点那个 A。 这边的话是对面狮子来gank，不要慌，这一波是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你现在是装备是够肉，这狮子是想直接是跑闪现跟过去一个球直接给收掉，然后这边的话拿到了狮子双 buff， 接着和这个圣拼拿到一个双杀，这个时候大家应该看到狗头的牵制能力吧，从这一刻开始就算我上路不来三个援队友，只要我 TP 握在手里不用，对面是忌讳我这个 TP 的，我不用它，不一定非要传送，就放在手里不用，然后对面来两个人肯定是抓不死的，最少要来三个人，但对面只要来三个人一时半会儿打不死我，而这个时候队友可以干很多事情，只要他们来了三个人，队友可以打小龙，可以去推中塔推下塔，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吧，这个时候呢狗头的一个作用才慢慢的体现出来，这才刚刚开始。现在的话这个 Q 技能已经攒到了，我这边看不清，应该是有300多了吧，反正这一把我看他这个 Q 是攒的是非常高啊，20分钟的时候都应该有400多 Q 了，那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伤害了。所以说你不用出这个输出装，把减 CD 打满，把 Q 技能攒好，你输出照样爆炸，而且你站得住还好。这边的话回家直接做出这个冰川护甲，这样的话对面这个可以减对面的攻速，ADC 的话点的话就防止，就是防止让对面的人都打不动我嘛。好，那继续，那刚才的话是我妹过来看我，然后因为我是生病了嘛，过来看一下我，是又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得我嗓子都哑了。那这边的话又有点断片了，那刚才说到哪里了，咱先看游戏吧。现在的话还是比较和平的，那先聊一下这个我的淘宝店吧。那淘宝店的话也是吹雪 dl.淘宝.com， 在屏幕的右下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也是上了很多冬天的衣服，快过年了嘛，准备过年的衣服了，也可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啊，这边的话现在这个伤害就是可以一 Q 一个兵了，就不要去推线了，也不要去 A 兵了，就等这个兵残血了，然后 Q 技能直接给收掉就可以了。现在因为加上这个冰川护甲的这个减 CD， Q 技能的冷却时间两秒多一点吧，很快。对面这个肾现在也是不敢和这边打了。啊，再说下这个素材的事吧，大家如果有打得好的视频可以发到我的这个邮箱里边，这个23237500093这个邮箱，然后一旦选中的话，不用选中，只要你投稿了，然后你这个视频的格式还有这个大小还有这个清晰度符合要求，不论我用不用都给你20元的稿费，好吧。这边的话也是可能很多的朋友是觉得投稿以后觉得白发了，这样绝不会让你白发的，只要你给我发视频，就视频符合这些硬件的要求，不管它我选不选用，我都给你发这个20块钱，一旦选中的话这个钱肯定是另算。好，这边的话直接越两个塔来杀这个肾啊，有点太嘲讽了。就这样做的话不是对的，但对于对面的一个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心里想，哎呦这狗头怎么这么厉害了，一定要去抓了，我们多几个人去抓吧，这样一抓的话对面的节奏就乱了，那这样的话这狗头的一个作用也就起到了一个牵制的作用。现在 Q 塔的话大概是有4-5 Q 就可以收掉这个塔吧，2 Q 3 Q 加品 A 加兵的话再收掉这个塔。好，这边的话狮子和这个肾过来打，我想这个狮子明显是想多了，他现在非常的脆，再追一下，哎呦这边的话肾给他交了一个大招，没办法，这样的话感觉是收不掉他了。在这里的话跑也是挺难的，大招还差个3-4秒，哎呦这边的话是被对面支援过来的一个中单给收掉这个人头，那这样没办法了，如果大招现在好了的话，闪现好的话肯定至少能换一个人到两个人的，肯定能换一个人，弄不好就要换两个人。这两天呢我在家里也是看了一个电影，觉得这电影呢应该是今年拍人性的最好的一个电影，那大片的话咱不能去做比较，就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拍得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冯小刚主演的老炮，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可能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还年纪不大吧，可能对这个东西有自己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每个岁数的人看这个东西都应该有不一样的理解，像我这个年纪吧看这个电影总结来一句话，就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那有的时候啊真的要对这些长辈尊敬一点，毕竟嘛比你多活这几年，不管是从这个人生经历还是阅历来说都是比你有经验的多的，所以的话向他们学习，对他们谦虚一点是一件不是错的事情。冯小刚演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不光是大导演啊，而且还是一个好演员啊。然后里面的那首宣传主题曲啊，就那个爱的代价，李宗盛的。我这个年纪的段吧，虽然是岁数也不小了吧，但是我这个年纪听李宗盛听的真是不太多啊，我感觉应该是80年到85年这一帮人听李宗盛可能会多一点，像我这个年纪的话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听周杰伦啊，但是现在听来李宗盛的歌啊全是人生啊，真的是太好了，这歌写的，然后冯小刚唱的真的让人非常感动。好，这边的话是成功的拖对面4个人来干我，好的漂亮。好，这边的话对手怪也支援过来了，对面机器人位置不好，直接收到对面机器人人头，直接闪现过去减速对面的 ADC， 但是这里的话队友是没有什么强开团的英雄，没办法，火男的位置有点差呀，直接被对面的中单给收掉了，不过是好还把对面的人给吸引住了。这里的话直接传送回，直接回家出装备，然后传送回来，这样一个加强位置效果，直接追对面的一个人，非常好的。天啊，那个肾的话肯定是跑不了了。这盲僧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跑掉。那经过刚才这一波呢，大家也可以看出现在的狗头这个统治力了。这个只要这一上去，对面刚才4个人来抓，然后只要稍微拖了一会儿，对面的话根本是没法打的，能打出伤害，而且还能承受伤害。这是最可怕的一点。只不过我们这把这个火男是有点炸呀，
不过这个版本火男毕竟是很强势的，只要他在团战中能把大招丢好了，然后能把这个技能能打出一点伤害，丢完一套技能能打到人，他已经完成任务了。这边的话上路是已经通关了，这时候要考虑去换下路收下兵什么的，或者是打下这小龙，打下大龙什么的，就不要在这个线上待了，因为你毕竟想牵制吧，破高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毕竟太深了。而这里的话辅助是拆眼被对面给拉过去了，不过还有我在，对面是不敢怎么样的。看到对面中单直接减速过去，这个中单是已经放弃治疗了，被我们的打野直接给收掉。哎，这边的话机器人非常好啊，非常配合，本来还怕够不到对面的人，这机器人直接把我拉到他们跟前，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哼，最佳第六人啊。继续追越塔不怕，这边的话绝对顶得住这塔的伤害的，有两个塔有点过分了。哇，我天哪，这边的话还要追，而这盲僧的话是被对面的一个打野给收掉，但是这里的话还可以打辅助，是跟上了。狮子是跑掉了啊，队友这边的话也是非常坚决啊，看到这里的话就把队友给带起来了，就是你的坚决带动队友的一个跟随你的脚步的一个感觉。好，现在的话是又攒了2000多块钱了，这回家的话直接可以做出蓝盾了。那今天说话呢也说的是有点多了，所以的话后面这段时间也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表演时间了吧，所以说的话我尽量少说话，大家来认真的看一下这游戏吧。就像我前面做的说的话做一个铺垫吧，你这个时候就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对面这个肾是根本不敢打啊，直接是见了直接跑掉了，然后支援对他们队友去了，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啊，对面这个时候选择抱团，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赶紧推线，那趁这个时间段呢，对面抱团的时候，我们虽然少一个人，那再怎么样他们这几个人推塔速度和现在这狗头的推塔速度是差不多的，而且对面现在是丢的是高地塔，而我们这边的话只是一个中路二塔，但是他们这一边竟然打败了，4-5竟然是输给了我们，那就更没办法了，基本上没法打了。这边的话火男已经是起来了，虽然前期比较坑吧。好，这边的话狮子是显然是非常没数，直接顶了塔，收掉这个狮子门头。这个塔现在感觉三星二三 Q 绝对是可以爆掉。啊，对面的人是这帮人是快复活了，先复活一个机器人。先不管他，先把这个水晶给拆掉，拆掉一路以后，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胜局了。啊，这个时候对面是三个人，看这边的这波的话，一个衣柜三，大招开起来把对面给打了回来。好，这里的话被四个人来了，哎。啊，一位三失败了，主要不要看失败了，主要是起牵制作用是吧，节奏这个接口早的怎么样，确实这一波的话是有点太恋战了，就拆完水晶的话可以直接走了，没必要在这边继续拖了。好，这边的话这个给我投稿的这个玩家呢也是在看这个装备，是有点想浪起来了，我看着看这个深渊权杖，哎，这想太多了，这没必要出那种装备的。哎，出血手是对的，有攻击，而且还是防止被对面给秒掉，还能站得住，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出那深渊出什么的胡闹吧，那不是。好，这边的话直接传送过来找这个狮子狗，现在有加油效果可以继续追。好，追上去直接给减速挂上，这边的盲僧跟过来，
等 Q 技能挂上，其实这时候盲僧是肯定受到这个人头了，没必要和他抢了，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只要兵就可以了，人头让给队友，队友发展起来就更好打了，是吧？没必要抢太多人头。发现野生 EZ 一枚，直接挂上一个 W 技能，然后开蓝盾去追这个对面的一个中单，但是是有点太深了，闪现出来，这边的话太浪了，这边的跑肯定是跑不了了，又被终结了。你这样做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了。你去拖对面可以啊，尽量去拖对面的人，让对面去打你追你，然后给队友争取时间，但是你这样直接上去越着塔去打对面的人是有点不理智的。不过这个时候也是已经玩嗨了嘛，看一下我们这火男的伤害多么爆炸。好，这边的话对手已经是不需要我就可以打过对面了，那这样的话这个任务也是完成了，达到一个四杀 ADC。 还是非常自信打出了一个 GG， 告诉对面游戏已经结束了，确实也是这样的。有狗头这个英雄在吧，我觉得可以有浪的资本，你像其他上单的话，就算这个瑞文然后这一类的上单如果起来的话，可能你一波打不好被对面给打崩了怎样，但狗头的话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够肉啊，不可能说你一波输出没打出来被对面给秒了，这不可能的。所以说吧，又稳到后期的话更厉害，可以有浪的资本。啊，这边的话有点过分了，越权了开始。这一波的肯定是一v四了，看这边怎么打，对面的人程度上打到我身上根本是不疼的。好，队友这边的话在后边疯狂的输出啊，对面这基地是被小编给拆掉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片尾的话有淘宝推荐，那吹雪的一个男装店呢也是开业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给大家推荐几款衣服。那首先呢是先推荐一下外套吧，你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吧，所以的话也要穿羽绒服了。那吹雪店里的羽绒服呢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都是二三百块钱，然后你在店里买的话肯定是需要七八百甚至是五六百，在这里的话材料一样，但价格呢是非常的低廉，只要258元这一件。我先推荐一下这一款，那是包邮的，而且还是颜色呢是比较的稳成熟稳重，比较适合这些24、25岁甚至是20、30岁都是可以穿的。材料呢是一个鸭绒的，质量呢都是非常的暖和，大家也可以对照这个身材和这个身高来选一下自己的尺寸，不要买错码。如果实在是搞不明白的话，就回家问一下你的妈妈，你的妈妈肯定会知道的。再就是这一款白色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穿，还是这个小衬衫，如果天气稍微变暖一点的话先可以穿上这个衬衫。如果你买羽绒服的话肯定要买一下这个打底的衣服，那这几款呢我是非常推荐。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款黑色、灰色、蓝黑色吧，这应该是个啊，红色，一共是三款，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红色这一款啊，真的是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帅气。一个就是底色是非常的稳重的底色，配上一个时尚的图案，感觉就是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红色这一款的效果。不论你是单穿呢，还是配合着外套穿啊，还是里面加一个衬衫啊，都是非常的好看。看这个红色的，真的非常漂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进我的店铺来选购一下。啊，这边的话是有对应的尺寸，大家可以看一下。再往下呢就是现在这个天气还并不是那么太冷，可以买一件薄的外套穿，然后呢你可能会去运动什么的，我就推荐这一款运动式的外套。虽然是运动式吧，但是并不是那么的感觉就是不整齐，穿着呢也是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朝气，非常适合年轻人。不论你是打篮球啊还是去打羽毛球什么的，都是非常适合穿这一款衣服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啊，这边的话推荐呢就是这几个窗口，我们如果想看更多的话可以点开这里。
这边的话是所有的衣服，现在衣服上的虽然不多吧，但都是秋雪精心挑选的几件衣服，你这件外套也非常的帅气啊。如果大家想选购一下的话，可以进我的店铺地址吹雪 dl.taobao.com 啊，这两款毛衣也是非常的好看啊，价格都不贵，98元、138元都是全场一个包邮的，不论你是买什么价位的都是包邮的。好，那我们的进入比赛的画面。